非常的高兴啊，今天来这里可以参加就是第二届县长杯围棋比赛啊，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。那我要非常感谢啊，就是林雅琪医师他们夫妻，还有林康老师他们，这么热心啊，出钱又出力啊，在地区推动啊这样子一个围棋的一个活动。可以啊，加油！你又是那个围棋国手，好，那掌声欢迎一下。恭喜你啊，恭喜你！没问题啊，再加油啊！要再接再厉啊，就是我到了，对对对，好啊。来，先看我这边啊，来，一二。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裁判哦，有这个林医师、林宽老师，还有林康老师，那还有加上两位实习裁判哦，在后面那两位郑立慈跟曹卓峰学长哦，这两位担任助理裁判哦，所以在比赛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请举手哦，告知这些裁判来帮他们处理。我现在在这里宣布第二届沿江县县长杯围棋赛正式开始。